小兄弟，你在干嘛？金龟兜都拿下来了，结果你看，怎么粘到小猴子身上去了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粘上去了。嗯。那、你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啊？滚！哎呦，又开始叫了。嗯。要不要把小猴子拿下来？哦，拿下来了，哈哈。拿下来干嘛？拿下来咬小猴子是不是？嘿嘿嘿。扭来扭去啊。哦。